被问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求婚，黄景瑜六个字回应，真的太搞笑了。现在娱乐圈中的明星们都有很多的粉丝，但是要数最多的或者是最受欢迎的，那就当属现在的小鲜肉们了。现在活跃在娱乐圈中的小鲜肉们都是大帅哥和美女，当然了，追星的人群中女生会更多一点，所以男星们会更有优势。在接受粉丝们喜欢的同时，也要承受来自粉丝们的关注。在面对偶像的时候，很多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家爱豆的感情生活，这个问题是一个永远都不过时的梗。其实不仅是粉丝好奇，就连观众们也都是好奇的，所以就有了这些明星们参加活动或者被采访的时候，就会有人问这些问题。那么今天小编就来带大家来看一看，被问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求婚，黄景瑜六个字回应，真的是太搞笑了。黄景瑜出生在辽宁，并且黄景瑜小哥哥还是妥妥的90后一枚哦。黄景瑜是在23岁的时候出道的，并且一出道就是饰演的主角。虽然是网剧，但是对于一个新人来说，这也是一种肯定。从此黄景瑜也开始了在娱乐圈中的事业发展。看着黄景瑜如今的成就，让人们感到很吃惊，因为黄景瑜并不是科班出身的，所以这样的成就已然是不小的了。黄景瑜出道之后就开始陆续的参演影视剧，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《红海行动》中的角色了。在剧中黄景瑜是一个非常牛气的狙击手，黄景瑜将剧中人物的那种军人的正气和坦荡表现得很好，很多人也是因为他参演的这个形象而被他圈粉的。那么这样一个非常受人们喜爱的黄景瑜，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将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求婚的时候，黄景瑜就只用了六个字就回答了，真的是简短而有力啊。他说，发着光来求婚，哈哈，这个回答是不是非常的搞笑，真的没有想到黄景瑜竟然会有这种梦幻般的想法，一般小姑娘们才会有这种梦幻般的愿望吧，但是没想到黄景瑜也有这种想法。将来能够被他这般求婚的人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吧。对于黄景瑜的这个回答，你们有什么看法吗？大家可以留言评论哦。